主料，年糕100克，油菜30克，鲜海虾头10个，辅料油、盐、干红椒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锅中放适量油，将虾头炸至黄脆，盛出多的部分，只留少许即可。年糕时提前用水滤泡，将年糕加入锅中，倒入适量水煮开，油菜对头切成长条。当年糕变软时，加入油菜，加盐、红椒稍入味。出锅时用烹饪技巧，虾头不要丢掉，可炸至虾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